我要把家里头我的徒弟幼儿的徒弟很正式的做一个清理。到2017年呢，正好是我父亲的100周年，我师父去世10周年，你我阅文10周年，去世10周年。过去我们说我们只有收徒仪式，你们大概没有看到过我们有把徒弟开出去的仪式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准备做这件事儿。如果说按照中国人的一句俗话说，一个马勺坏一锅啊，当如果有你面临着一个人，当他父母下葬的时候，他去吃喜酒，等于他自己宣布了他永远不做这家的徒弟了。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你爷爷。还邀请了侯耀华前来助阵，而且在现场侯耀华还宣布要收何云伟为徒。其实我就正好趁着有大伙都在，你要干嘛？咱们商量商量，你们大伙儿啊同意不同意我把何云伟给收了？同意不同意？好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是这个我们爷俩有这个口盟，那但是我说您别说，是吧？您这说这个风波很大，结果还是没搂住。老头儿在今天说了，其实无所谓，为什么呢？咱们为继承相声，为继承侯派相声，对吧？咱们真能为这个相声做点东西。我认识何云伟应该是时间比较长的，我最早我就把他叫出来跟着我演出什么的，他知道努力，而且他努力。他就想把相声说好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